徐总，我知道你们公司最近出了一些问题，我也很想帮你，但是为了我们公司利益着想，所以很抱歉。总总，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肯定会全心全力把它做好。我想之后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会合作。徐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决定和之前合作过的公司签约，所以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，也祝总总项目顺利，我就先走。宋总。哎，这是徐总的电话吧？应该是他打过来的。喂，喂，徐总，我是刘校长的。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情况不是很好，今年呢，你们就别往学校寄东西了。修教室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喂，徐总。你好，我是徐总的朋友。哦，你好。徐总跟我已经说过了，东西照样寄，修学校的事儿绝对不能停。那太谢谢了，麻烦您转告一下徐总，孩子们呢也想他了。让他有空啊，去看一下。好，不客气。左总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我电话忘拿了。在这呢。谢谢，再见。等会儿，把合同给我。合作愉快。这是。孩子们都想你了，抽个空回去看看他们，但是记得叫上我。左总，左总，不好了，左总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彤彤晕倒了，赶紧去看看。我还是去学校看看。你没事吧，左总？坐下，小静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好的，左总。左总，没事，不用叫救护车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左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。我前段时间检查出来怀孕了，今天没吃多少东西，一直在吐，可能有点低血糖吧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老公电话多少？叫他来接你。别，你千万别告诉他。到我办公室说。我来吧，左总。谢谢，一会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小静开车送一送。好的，左总。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，赶紧回家休息。太谢谢您了，左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你老公？他还在驻守边境，我不能让他操心，不想让他费心，所以暂时就不告诉他了吧。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从明天开始，你的产假正常休，工资正常发。小静，把我的卡给我一下。好的，左总。这张卡有10万块钱，这是我私人给你的，拿着。不行不行，左总，这个我不能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谢谢左总。第一，我是你老板；第二，我为你有这样的老公感到骄傲。总，张总到了。张总你好。你好，左总，请坐。今天我带合同过来，只要咱们今天把合同一签，你们公司将会是西南最大的公司。那太好了，能跟贵公司合作是我们的荣幸。来，左总。左总就不用看了，我们公司不会随随便便和其他公司合作的，放心好了。签完以后，你们公司不仅会成为西南最大的公司，也会成为外企。我们是日本公司。那贵公司的董事长是日籍华人是吗？不是，我们董事长那是响当当的日本人。你坐不了，你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做你会后悔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那些陈年旧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们谈的是生意。不提可以啊，但你我都不能忘记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要跟我们合作了，你算什么？其他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，在这儿我说的算。妈好。哎，左总，小静，您不是去出差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我的东西忘拿了，我去拿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得走。我去给你拿，我去给你拿，左总。不用，你不知道。来来，你先看一下这个文件嘛，我去给你拿。什么文件？我找得到的。这都是空的，你给我看啥呀？那个。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？我，你什么你？婶婶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让小熊坐我的位置。
左总，对不起啊，因为那个熊科他们家小孩要上学，他们这个学校需要考虑那个家长的资质，所以他今天把老师叫到这里做一下样子。对不起啊，左总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左总。熊总，刚刚不好意思啊，明天我再来汇报工作，打扰了。两件事啊，第一，小熊这个事成不成，告诉我一声。第二，我着急走，想尽一切办法把我要的文件给我。好嘞，左总，没问题。还好呢，今天这件事儿罚你10块钱。对。你这方案做的是什么？你这段时间怎么了？迟到早退，状态也不好，不想干了是吧？不是的，左总，我马上抓紧修改一下方案。不用改了，去把人事叫过来。好。左总，我老婆怀孕了，我得每天回家去给她做饭。最近她情绪也不稳定，我要多陪陪她。晚上她也睡不着，所以我休息的也不是很好，方案就没做好。你这种状态，家顾不好，工作你也做不好。知道了。左总有什么吩咐？带小金去办理一下手续，明天让他不用来了。离职吗？给他3个月假，带薪。但是左总，我们没有这个规矩。规矩是人定的。左总，我只是一个小员工，不值得公司这样做。男人在外面拼命挣钱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如果你连家都顾不好了，你还有什么动力挣钱？可是我也没什么本事啊。我认为，对老婆好的男人，都是有本事的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敲门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重新敲，大声点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请。等会儿，这个是门口垃圾桶，帮我倒一下。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我不用，我看过你的简历，你之前去过很多家公司，没人敢用你。第一，你年纪太大；第二，你学历；第三，你之前是老板，他们怕你沉不住气。是的，但是不像他们口中所说的。我出于为公司着想的，所以。我知道了。你现在的样子很狼狈，但是你打拼的样子真的很美。欢迎你的加入。大家都停一下，给大家说个事儿，这是我们的新同事，欢迎一下。大家可以叫我熊大，以后在工作中希望大家多多照顾。哇，熊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小金。左总，要不把熊总分来跟我一个组吧？我以前跟他一起共事过，我也好带他，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。别叫我熊总，以后叫我熊大就行了。没事儿，那以后你就跟小金吧。好的，左总。熊大，把昨天的方案改一下，我着急啊。好的，组长。这个方案是谁做的呀？啊，我做的，左总。做的不怎么样呀？啊，小熊做的，我让他好好改一下，他也没有改。小熊也来了一个月了，在你们组里表现，我感觉说实话不怎么样。一把年纪了，一天就可能是在换个工资吧。我觉得把他开了也可以。干，这是什么狗屁东西啊？能用吗？干得了就干，干不了就滚。你也来了快一个月了，在小熊那个组，你看结果？都挺好的，小熊对我也挺好的。就是可能自己年纪大了，有点笨，我会努力。去给我倒杯水。好的。那么冷的水怎么喝啊？熊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不是别演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对不起，熊总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之前去熊总的公司，他把我开除了。没想到你还挺腹黑的。徐总，拖回去。何总，没有必要。我早就知道你这副德行，没想到你越来越过分。现在收拾东西，到人事部报道，滚蛋。熊哥，你能放下你的身段，重新开始，我非常佩服。我相信，既然你有开始的勇气，就一定有成功的可能。受委屈了。